以力。红方喺呢个局面应该点样行呢？呢个时候红方只需要车六进一，就会形成绝杀。天地炮是铁门山的一种演进，意思是利用中炮和底线的炮两边配合形成杀棋。红方炮一平三，准备打底将叫杀，客方只可以将七进九避开。红方这个时候再炮三平二，客方居四进三，红方再炮二进九将军，客方只可以落将了。红方再居食底士，客方就无法解救了。而这招就是天地炮了。